系。今天的学学 ABC 要学什么呢？跟动物有关系哦。What is this？ 这是什么呢？ This is a pig。 这是一只猪。 Pi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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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猪。 What is this？ 这是什么呢？ This is a rabbit。 兔子。 Rabbit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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兔子。好棒哦，要请小朋友想一想，这是谁的影子呢？是 pig 还是 rabbit？ 是 pig 猪，这个影子是 pig 猪的影子。 pig 猪，答对了，是 pig 猪的影子。那你再想一想，这个影子是 pig 还是 rabbit？ 是 rabbit 兔子，这是 rabbit 兔子的影子。 rabbit 兔子。好棒哦，是 rabbit 小兔子的影子哦。 Kiki 都已经学起来了，那小朋友你学起来了吗？今天的学学 ABC 我们学到了两种动物， pig 猪，还有 rabbit 兔子。今天我学到了 pig 猪 rabbit 兔子。哇， Kiki 好棒哦，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你也很棒哦，下次再让我们一起来学学 ABC， 拜拜。